号，有消息爆料称赵丽颖预产期是3月3号，并晒出赵丽颖入住医院产房门口的照片，地点是谢娜产校双胞胎的某医院，且赵丽颖家人已经去医院陪护了。随后有媒体就此联系冯绍峰工作人员，对方否认称不是3号。早在1月1号的时候，冯绍峰曾在网上发文分享赵丽颖怀孕喜讯，知否知否，应是一家三口。银宝回复等候等候，恭迎2019。芒果拉新闻既然否认了，那就还是等官宣吧。报道。